好，说到韩国男子七人组合 BLACKPINK 呢，出道已经三年了，在上周末呢就已经在上海的韩流演唱会上跟大家见过面了。而就在演唱会之后的第二天，我们的娱乐新天地的记者就受邀来到了这群偶像大男孩下榻的酒店，对他们进行了一个独家的专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娱乐新天地呢迎来了七位年轻的朋友，我们要欢迎远道而来的 BLACKPINK 组合。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那我们既然到了上海，就先用上海话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你们跟我学啊，大家好，阿拉是 BLACKPINK。 大家好，阿拉是 BLACKPINK。我们啊，听说这个当中有一位还会说中文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啊？来，我来找我们 BLACKPINK 的成员来告诉我们 ，Hana to say， 谁？到底是谁？哎呀，你是不确定吗？都是他是不是？你会中文啊？要不要给我们秀一下？太阳当空照，娃娃对我笑，小鸟说叫叫叫，你为什么不想笑是吧？有没有人想学这首歌呀？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我来上学校，天天不知道。我来上学校，听听不懂。哎妈，这位朋友的中文歌唱的还是略一般呀。不过人家唱起自己的母语，又岂是一个绘声绘色能够形容得了？涂明君。You are my destiny. 董明君，陈松敏，陈松敏，真是一个玩心大发的群体。那啥，你也不看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少年才多大，最年长的都是90后，好吗？让咱们新天地的记者情何以堪？虽然他也很年轻。好啦，但虽然我这个对于你们这么年轻还是很生气的，但是我今天还是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娱乐新天地和粉丝给你们送来了礼物，因为你们是现在是成军3周年，而且有人4月份马上要过生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惊喜。나는거니생일축하합니다。谁来问他一口，要不要？见证你们友谊的时刻到了。我好吃吗？酸酸甜甜的品尝完了生日蛋糕，接下来就到了 BLACKPINK 给粉丝送福利的时间啦。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的？네케이크를저희가저희가이제밤내로이거준비했습니다멋있게真的有啊，真的有啊，哇，这什么？哇哇，有签名吗？上面有签名吗？有没有签名 ？Sign right？ 哇哇，可擦米哒。谢谢签名专辑哦。那好啦，那这个福利肯定是要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是 BLACKPINK 送给娱乐新天地的观众朋友们的签名专辑。娱乐新天地上海独家采访报道。